大家好，哇，这是大哥最爱的钻石苹果肌，也是大哥的骄傲啊。最近比较累，所以呢，我们来裹一片苹果肌，让你的皮肤晶莹剔透啊。好，要记得哦，要把面膜拿出来啊。对，但是更要记得，这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精华液啊，对，要把它挤在脸上啊。哦，呵呵，记得一滴都不能浪费掉啊，这精华液非常非常棒，对，要让你的脸充满了晶莹剔透哦。整个脸都被精华液给裹住了，被保护住了，让你皮肤变得又白又嫩又晶莹剔透的啊。好，现在大哥把它裹上我最爱的苹果肌。好，我已经把苹果肌裹在脸上了，大哥要让所有精华液啊，整个渗透到我皮肤里面，让我最近比较干燥的、比较有细纹的皮肤变得非常光滑细致。啊，很多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爱美？”不是，我不是爱美，我是讨厌有皱纹。对，没有皱纹该让你多开心的一件事儿。对，否则。人家都说这是你的孩子嘛，还是这是你的孙子啊？那糟糕了啊！